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玩一个打猎游戏啊。啊，没错，这款游戏呢，就是我们有一些武器可以升级啊，然后我们要来打猎哦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的一款游戏。总之，我们来试玩看看吧。来，我们开始游戏哦。目前我们的对手是野猪，然后我们要打猎，是不是射它，拿长矛射它，那我们就可以过关，有没有？然后第二关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不是第二关，这个是一个关卡里面的一个几个小章节，是不是？总之我们这样轻松好不好？拿我们的长矛随随便便打爆他，太猛了。来，那接着呢？我现在获得的这个是什么？肉块，它直接有解锁广告哎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然后我有了钱就可以升级了，然后继续玩是不是？反正我们就是升级，把我们的武器变得越来越强。然后呢，我靠，动物怎么越来越多的感觉？鸵鸟，我是还蛮好奇它这个动物最多会越来越这个动物会多到什么程度啦？然后我们这一关有 BOSS 哦，BOSS 是河马。河马对我来讲也是很废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试一下别的东西，看能不能穿心，从天而降的长矛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从天而降的长矛，哇，超猛的，就是要丢这种的才比较爽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射爆他的脑袋？就这样子的一款游戏啊。他一直叫我领取，领取可以3万块，可是我要开网路啊，我就没开网路啊，开网路要看广告，我就不想。来，我们继续升级，好不好？武器书上，这武器书上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我这个射两根的意思吗？好像也没有啊。哦，我左上角的我会有长矛的数量是不是？然后这边会有很多只奇怪的犀牛，基本上应该是轻松射死的吧？射死他们，然后这接着下一关，这样就没了是不是？What the fuck？哦，然后有礼包我可以花1美元解锁这些东西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目前不缺好吧？目前不用，我们可以领取这个领取。然后呢？我们有一些什么可以买的东西吗？这些都是礼包，这个要花钱哎。我们真的能花的超少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只能做这种事情，然后金币收入可能可以点一下。然后我继续下一关好不好？这关是怎样？有狮子射死它，然后呢，有蝎子，蝎子也随便射，反正我现在的攻击很强，都是射一下就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关有 BOSS 的老鹰，它怎么蹲下了？哇，它的脚还会无底哇，我死了。我被摸到就死了，What the fuck！再来一次，我没这种事哪有那么难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难的，只是我稍微疏忽了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它其实会有防御比如说蝎子的手会防御，然后老鹰的话就是不能射它的脚，它的脚会那个，我被碰到就死了。等一下，我直接卡关吗？怎么可能？那老鹰怎么那么快啊？好，可以，来，老鹰小心点，我要直接射它头，不然会输，不然会输。哦，赢了赢了哦，差点输掉。然后接着啊，对付这个犀牛轻松的。然后我靠，这什么野狼？野狼，赶快射他，射他，这个不能拖，不然他跳过我就死了。太可怕了吧，这个游戏有点难嘞。我被摸一下就会死然后这是什么？就威力150，我可以看广告升级武器是不是？可以不要吗？我一定要那个吗？这边可以干嘛？我有武器可以解锁然后这些要看广告才能解锁，是不是？可能这个要看3次广告才能把长矛生成飞斧。我真的需要看广告吗？它还会提升威力耶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靠我们目前自己这样子玩玩看好了吧。先靠我们自己玩，这是怎样？左右键一起点，反正这就连点嘛，连点时间，然后我可以拿很多钱的感觉。啊，这个时候应该连点开起来用的。53下，我的点数不够快啊。然后呢，我这样就可以领钻石，然后钻石要50颗我才能够换那个，对不对？10颗可以解锁飞镖，我才2颗，好难啊！这个游戏看广告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啊？果然我们偶尔还是需要看个广告的嘛，对不对？看个广告才能解锁更多游戏嘛，反正这种游戏就这样子，我们也认了，好不好？认了。然后这种时候我们就是要氪金了，好不好？既然我们已经打开广告了，我们就要氪金，因为我不想要看广告，我们就必须要。去广告，然后送我们30颗钻石，好不好？不要紧张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已经购买超值礼包了，我花了差不多3美元左右吧。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始游玩了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升级这个吗？这个该不会我还要看广告吧？飞斧要看广告吗？不知道，可是我可以买飞镖可是我现在还没玩到10关，不能解锁吧？我们解锁这个好不好？视频加载未完成，我现在是我开广告，他不给我看广告我们重开游戏好了。然后我们就继续玩我们的啦，超值礼包这是怎样？三十，这是30块台币还是30美元啊？应该是台币吧，30美元也太贵了。
来，然后我们有一些可以用，是不是？我领了很多钱，我想要看广告啊，我想要先解锁这个东西。然后他真的要我们看三次哎，好，不要急。虽然说同样都是看三次解锁这个应该更好啦，不过我想要一个一个试试看。哦，观众，我们终于看了三次广告，我们解锁了，好不好？复制，我来试试看。哎、哦，我们怎么变成不同角色了？那我们丢一下斧头啊，丢过去。哇，感觉有比较强吗？好像有、哦，因为他那个斧头飞的就特别快啊。我们是直斧兵哎、欸，直斧兵哦，这样就成功了是不是？OK， 获取，然后这个也可以领取了，领取。都领都领好不好？都领这些金币啊什么的都点满，然后我们可以解锁造型哎、欸！哇哇我能解锁只有这个而已，因为我只有三十钻，后面这个超贵。好，我们先解锁大领主好不好？解锁大领主帅气啊！解锁有比较帅吗？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到时候可以花十块解锁这个，这个太贵了，我们可以解锁这个。哎、欸，这個、可以使用吗？它不是要十关才能用吗？为什么会用了？我是第六关而已、欸。好，我们试试看这个超猛的武器。咻！我们打一下七百多哎、欸，有看到吗，各位？丢他七百多哎、欸，我现在会不会超痛啊？然后这是怎样 boss 吗？丢他的眼睛！哇，我丢一下 boss 就死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太强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免费战斗复活，不要！我靠，这游戏动不动就逼我氪金呢、欸，我是不要了、欸。来啦，我们既然解锁这，那我还需要解锁短毛两根嘛？我蛮想看一下短毛两根是干嘛的，所以说我们再解锁一下这个东西啊，解锁一下。哦，哥，我们解锁短毛了，然后我们接着可以看下一关是干嘛的？短毛，哦，它会连射两根哦，好像还蛮废的。然后它一下200多，我记得我们丢飞镖是700多嘛，那短毛很废，短毛好像真的还蛮废的。为什么差那么多？短毛一下200嘛，所以说丢一下400，啊，我们丢飞镖一下就700嘞、欸，没有700，500多，不过还是飞镖比较强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是什么熊熊，轻松打、啊，反正这个游戏就没难度嘛，这怎样独角兽？哇，我丢超痛，这就是氪金的力量，你们知道吗？氪金的力量，看到人就随便丢，人家被我丢到就马上死掉，有没有？我靠，这怎样长毛象去死？轻轻松松就解决了这游戏啊！我真的不应该氪金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氪金这游戏就没难度了。我到底在干嘛？这个真的是我的罪孽。这是什么狩猎？到十一关可以解锁那个东西，是不是 ？OK， 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好不好？下关哦，这个是连点时间，连点。等一下，连点时间，连点。我刚忘了开连点，有了有。各位看一下我这个连点的实力，点了73下还行啊。这样子应该蛮多钱的哦，我们可以看广告获得三倍，是不是？不要，先不用，先不用。然后我们就继续玩，我要继续玩。鳄鱼也是丢一下马上死，然后这是怎样？两只蜥蜴是不是丢死？啊，随随便便就丢死了，太无趣了吧。然后这是什么战斗金币双倍？不要，为什么有这么多？一直叫我氪金，你知道吗？这游戏一直叫我氪金的。然后这是什么马来貘？不知道，然后这是马来熊吗？为什么我要一直想马来熊之类的东西？不一样，这是怎样天马飞马，两下让你死，轻轻松松。这个应该算是小 boss 而已啊，所以没有很强。然后我们玩到十一关了、欸，哦，狩猎奖励，我们可以去狩猎，是不是？狩猎奖励是干嘛的？试试看，狩猎就把它丢死就好了嘛。啊，他哭哭了，哎、欸，不要丢他的脚，不要丢他的牙齿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死掉了。然后呢，我狩猎完了。狩猎网可以拿到钻石和金币，是不是？首次击杀有那么多钱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然后还有 CD， 那我懂了，我继续升我的东西。哦，这游戏真的其实还蛮好玩的。然后后面会有解锁新的东西耶。虽然说我现在是没有钻石解锁啦，不过看起来挺有趣的。哦，这样会让我好想要一直玩下去哦。我们再稍微玩一下，再稍微玩一下，因为这游戏其实没有难度，而且就蛮休闲的小游戏吧。我就这样一直丢，一直丢。再丢一下哦！哎、欸，这哥布林怎么会跑那么快啊？来，我们继续。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的？这是肉、气死培根，还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完全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我只知道那些最后都会变成钱，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。来，我们继续。看到老鹰丢过去，然后接着呢，看到妈妈丢过去，两下就死。然后接着这只牛牛是不是？
和牛啊，一样死。然后上面有个骷髅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大 boss 哦。看一下这关的大 boss 是什么？一只巨龟。这样子我应该不能从天而降打他吧？对，我从天而降会打到他的壳。那这样子他有什么用？我就正面丢他就赢了、啊。哦，我们解锁，噔噔噔，下一关又可以开宝箱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哦，开宝箱时间，连点时间，好不好？各位看一下我这个连点，应该至少点个100下吧。毕竟我现在就狂点啊，是不是？128下，这钱应该还蛮多的哦。啊，怎么这肉这么少？我钻石现在有11，好像还是蛮少的，比我想的少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玩了。反正生来钻石也不能干嘛，我们就顶多只能解锁后面的东西吧。但我根本就解锁不到啊。我们就一直丢了，干嘛？刚为什么飞镖弹回来？在干嘛？我获取，继续。反正我们感觉就是要做一些取得动物的那个食材的意思嘛。然后这是星星，我不知道了。反正我们就继续打。我对这个游戏其实也没有多大理解，就是。然后这是一只犀牛，犀牛只能那个吧？犀牛只能射抛物线的啊？不用，射它的下巴也可以。OK， 怎么那么难射啊？这游戏有了，第14关玩，有没有？我们可以取得他的骨头之类的，然后就继续玩。反正这个游戏就这样子。射击是小鹰，老鹰射他。其实这个有点难秒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真的有点难秒。射击，然后我丢一下1000，很扯，这个伤害一下1000是怎样？然后这个取得牙齿，然后接着就是下一关，好不好？下一关，一只骆驼。骆驼轻松杀，然后两只剑齿虎也是轻松杀，然后接着是一只超级大老鹰，两下死掉。这戏，哦，我还是觉得我不应该氪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难度了这游戏。然后接着就对付这个超级大猩猩，好不好？大猩猩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强的，反正我们就乱丢都会赢吧。他总不会攻击我啊？他一直在那边发呆是怎样？哦，有没有轻轻松松就打赢了？获取，那我们就领到很多钱，超级礼包。这是我每过一个地方就给我解锁什么超级礼包之类的，到底在干嘛？然后狩猎又可以狩猎，是不是？这次是剑齿虎，应该也是很轻松吧？因为我现在很强啊，有没有？啊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啊，各位观众，太强就是没办法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了。这款游戏其实还蛮有趣的，如果观众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玩一下。我可能之后也会稍微玩一下吧，毕竟我都氪金了，对不对？那总之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